在此刻此地走向，那是遐想还是过往？睁开双眼无法分辨，奔跑在路的那一边，是否了解？就是在拂晓中的怀念与停歇。他们说不该相见，他们说就此离别，他们说没有明天，只剩黑夜。跨越冰冷终点线，再开启梦想起点，即使危险也将一往如期冲锋向前，终将面就披上战甲，踏上未知前方，挥起手中握紧的那束光，有你们在路上是力量，这束光隐藏在心中正发烫，终会在黎明绽放，荣耀破晓再唱，闪展露我锋芒。卫迪老大今天想学哪个本啊？无所谓，哪里有需要咱们就去哪里。你们团前几天已经加过卫迪老大了呀，还来？滚一边去！得了吧你，你们这垃圾副本，也好意思叫卫迪老大陪你们下？先来后到，有点顺序好不好？是我们先提申请的。你歇个毛，看聊天记录，是我先，是我那个，我先，大家别吵啊，有一起下午的就先缓缓啊，让没一起下午的兄弟先，好吧？看，无敌老大都说话了，你们那些家伙自觉点啊！兄弟有空下副本吗？插什么队啊？没空没，会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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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七十级 BOSS 北郊法师牡丹可刷新了，这周我们工会的首要目标就是他。还请高手兄出马，助我们拿下。没问题。不行，踏上墙面就会被 BOSS 发现。我们要硬上吗？又是铁花鸣人，上周也是他抢到的 BOSS， 根本就不该给他上桥的机会，又被那家伙抢先了呀。兄弟对这局面有什么高见？北桥法师嘛，会对站在北桥上的人产生仇恨。在北桥上停留的时间越长，仇恨就越稳。而那家伙能靠操作确保自己全程飞越桥上，居高临下的话控场很有优势，利用北桥的地形特点，他可以阻挠其他人上桥来抢 BOSS。 既然已经被他抢了先手，想再打破可不容易。那怎么办？我先上去干掉浅花鸣人，然后你们把 BOSS 拖过来，在桥头解决。你准备怎么解决浅花鸣人？冲上去解决呀、啊！我冲上去以后，你牵制住百花谷其他玩家就行了。他就这么直接冲上去，就算没死，也剩不了多少血了。牧师，只是这个距离，能不能给高手兄加血？好。浅花迷人这打法根本找不到加血目标。冷静，战斗不可能一直在烟雾之中，他们跳出的瞬间就是加血的时机。你的技能范围了，我们也上去。你这没有退我动真格的，就是想引我深入，脱离治疗技能的范围吧？哼，还不止如此，和你的牧师们说再见吧。哦，
真的吗？下次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别急呀、啊，还没完呢。啊、圣之榆树，什么时候？时机抓得漂亮。这巫师什么时候上来的？莫非是借我打出的光影掩护溜上来的？小手冰凉，你还是去水下冰凉吧。欺负牧师上瘾啊！糟糕，骑士竟能挑衅！我们也一起下水冰凉吧。你不想要 boss， 我还想要呢。你烦不烦啊？显化鸣人已被击落，上墙抢攻。居然用这样的方式解决了百花果那个麻烦，他可真想得出来。嗯，我有事，先走了，你忙。什么叫有事先走啊？大 boss 这么要紧的时候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啊？哥还忙着重组战队呢，哪有功夫一直陪你玩啊？啊？怎么突然说这个？也就是要摊牌了吗？那他之前是想要干嘛？我再来的话。那就不是帮你打 boss， 而是抢 boss 了。你确定要我回来？我爷还这么嚣张，真是气死人了！会长，啊，轮回的人从对面攻来了！站住，站住啊！这一点要站住。掩护牧师，把牧师送上去。指挥的怎么不是轮回会长？那术士什么来头？据说是轮回新发掘的高手，排兵布阵很有一手。哎呀，我去！不要直冲啊！哎呀，从那边绕。哥，你是刺客，你装什么骑士横冲直撞啊？啊，卑鄙一点，猥琐一点。菜鸡，拼命想偷袭老子！还防着我呢！行了行了，把枪收起来，结束。要脸吗？没有那个牧师，你早就结束了。那圣之榆树很精彩吧？如果释放时机不是碰巧，他的表现确实很精彩。那人是谁？霸气雄图的一个玩家。玩家？只是个普通玩家？可不是吗？懂得利用光影效果掩护行动，还有在关键时刻抓住时机的能力、观察力和判断力。几乎都是职业水准，这是个人才啊！哎，同意。原来你搞个破骑士号混在霸气雄图里，就是为了找出这么个牧师啊？哎，没办法，你们这些大神眼界太高，我只能从群众中发掘人才喽。要找牧师，可不就得从霸气雄图找起吗？毕竟霸图出了个第一牧师张新杰。怪不得你弄了个骑士号 ，MT 确实最容易了解牧师的手法。这样的人才你还真找到，运气够可以啊！你居然和人聊运气。那牧师人呢？大概淹死了。淹死了？不至于吧？我说，
如果真是各方面都很抢眼，毫无短板的话，还轮得到我去发现吗？早不知道被人挖哪儿去了。那个牧师到底什么短板，把他这么优秀的才能都掩盖住了？据我初步观察，他对时机的判断很精准，但是操作一般，面对复杂的局面时反应也比较慢。确实操作跟不上的话，在团队里也体现不出他的优点。等等，你刚刚不会是拿我当实验品吧？还瞧你说的，我只是拿你来试探一下他的成色到底有多高。哎，有话好好说啊。哎，倒是你呢，不是准备复出了吗？最近还不辞辛苦地帮着百花谷抢 boss， 干嘛还在愧疚啊？是我欠他们的。第五赛季孙哲平手伤中途退役，张家佑接替队长职务，再次与冠军擦肩。决定退役。你不准备回百花战队？嗯，那祝你好运。必须好运。好了，继续回去抢 boss。 百花谷的人现在估计已经死光了。没关系，死了可以立即重来，这就是网游比起比赛来最可爱的地方。那就祝你马到成功吧，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先放这 boss 一马。呵，那我也祝福你能够如愿以偿，希望那家伙能够符合你的要求，而且能不鄙视你这家世大神的身份。还好险胜，再冲一波。好，是浅化鸣人，浅化鸣人又回来了。百花谷的人都快死光了，他一个人回来有什么用？之前不负责任的退役，已经辜负过百花一回，接下来恐怕还要再次抛弃他们。上队加油啊！抱歉，但我还有不惜赌上一切也要追寻的东西——冠军。我不会奢求谅解，就把这当成最后的赎罪吧。你混进霸气雄图，居然是为了找个牧师出来？看什么？拉那牧师入伙的事儿，你去办吧。为什么是我呀？我连人都不认识。哎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就说你欣赏他的才能，正好想组战队，问他有没有兴趣。这么简单，那为什么你不去？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？他可是霸图粉丝，张新杰的铁杆支持者。我要直接跑过去跟人家说，我说叶秋跟我走，被人喷一脸怎么办？好吧。是约的这见面吗？啊，找到了，是不是他？小手冰凉，是个妹子啊？不会是个人妖号吧？您真是料事如神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男生，好像也不怎么违和。我之前留意过你，北桥法师那一战。那个圣之玉树很精彩啊。还好吧，终归是有些运气成分在里头的。那你技术很不赖嘛。我正准备成立一支战队，想找个牧师，你有没有兴趣来试试啊？哦，叶秋的战队吗？啊，喂，被他看穿了。哦，那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呗。对，就是叶秋的战队。啊，那这战队还算是有点搞头，无敌醉俊朗就是叶秋吧？是。混进我们霸气雄图有什么目的？刚才还挺客气，提到叶秋就开始扮孤高了，美的你。没什么目的，就是开个小号，随便磨练一下技术。磨练技术？叶秋这样的水平跑到工会中流团队里
能磨练到什么技术？好吧，总之就是觉得你水平还挺不错的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？给个准话吧。真是叶秋的话，我倒是有点兴趣，但跟叶秋组队肯定要以职业联赛为目标吧。那意味着要我去做职业选手，这可是人生的重要抉择。难道你希望我草率的立刻给你准确答复？那你慢慢考虑吧，我随时等你答复。就这样让我去考虑啊？你还要怎样？你至少得介绍一下你们的情况和规划吧，比如除叶秋以外的人员构成，战队会有多大的投资额度，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怎样？什么待遇水平，签几年合同，有没有三险一金，包不包吃住？原来他是在很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。好吧，那我说明一下，我们的队伍是以叶秋牵头，目前正处于筹备期，将在下赛季报名参加挑战赛，争取进入职业联盟的资格。人员目前还在多方面落实中，投资嘛，我差不多就是投资人了。如果你真有意向的话，待遇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。哦，你就是老板。差不多是什么概念？还是说你对投资的问题并不确信，才会给出这么模糊的答案？而且要通过挑战赛来赢取资格，即便有叶秋这种大神坐镇，也无法确保一定能够走到最后吧？是不是战队杀进联盟后才会转为正式合同呢？如果不能，那临时合同就自动终止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这些还在商议。其实战队的组成方面主要是叶秋负责的，我还是找他来和你谈吧。哦，你自己一点思路都没有，老板当得也太稀里糊涂了吧？全甩给叶秋去做，难不成他是你亲戚？问他问他。你去和他说吧。说什么？战队的规划、人员的构成、投资的额度、签不签合同、签什么合同、有没有三险一金、管不管吃住，还有我和你是不是亲戚。这家伙考虑得很细致嘛。我是叶秋，听说你问题很多啊。先问一声，选中我的其实是你，不是那个傻大姐吧？确实是我发现的你。另外你说的那个傻大姐，她不是我亲戚，她会是我们的老板来着。而且呢，我们俩现在的对话她全都听得到。老板你好，希望你听到我这番提醒后可以意识到挑战赛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那么我们言归正传，麻烦介绍一下这支新组战队目前的情况吧。情况就和刚才老板说的一样，还充满了不确定。如果挑战赛前凑不到足够的成员，那一切就都是浮云了。假如能组成一支战队，你对挑战赛就这么有把握？只要是比赛，就没有人有百分百的把握。但我们这种白手起家的战队，如果连挑战赛都打不出亮眼的成绩，那就算进了联盟，也不过是旅游一回。你的意思是，挑战赛的目的其实是用来检验这支队伍的能力和价值的？不错。真正需要承担出局风险的其实只是我个人而已，你们只要有出色的发挥，挑战赛的经历就能帮你们争取到足够的未来。好吧，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遇。你考虑得这么仔细，看来对成为职业选手有相当大的兴趣。那当然，恐怕绝大多数荣耀玩家都会抱着这种幻想。现在你有机会把幻想照进现实。你们队伍叫什么名字？星星。星星听着就好像路边的小杂货铺啊、小卖部啊、小网吧什么的。你真像了。你笑什么？闭嘴。那我最后确认一下，现在队伍组成到什么阶段了？算上你我，确定的已经有四个人了，还有两位是一个术士，最近你大概碰不到的，还有一个战斗法师，目前在第十区。木木呢？不算吗？挑战赛他不在。木木，孙不成。如果我们能顺利进入职业联赛的话，他会和我们同队。终于听到一个靠谱的好消息了。还
还有那个包子呢？包子还没打过招呼呢，谁知道他什么想法？包子也会有想法？这话说的，他不是真的包子，也是个人类吗？现在是不是可以和他提一下了？我去跟他打声招呼。不如我们来建个战队群吧。猥琐点懂不懂啊？啊！哎呀！你们先等会儿啊，老大叫我加个群。好。互相如光并肩走，你我皆为王。低头看不到天空，那就低着头看脚下的路、哦、可是我们都很清楚，不想埋葬心里那个梦，这不是为下次气氛观众。 I know you have been with me， 这次连接所有频道的电流，想起那天你说的等候，直接还能弹出绚烂的节奏，在数字世界完美的演奏。 I'm ready for a big show， 追求旋律全新的你我有，热血能坚持到最后，点燃着内心的烟火，照亮黑暗中的软弱。嘲笑吧嘲笑吧，都是前进的燃料，只有你我的脉搏。 Running on our glory road， 面对他新的战术，眼神坚定了脚步。 The scenery we're missing will be waiting for us at the end。有传闻说，本赛季加入加世战队的新锐选手孙翔因身体状态欠佳，极有可能缺席本赛季剩余的比赛。请问崔经理，情况属实吗？加世这成绩还开什么发布会？我听说叶秋他好像还真成立了一个队，会挑战他报名呢。你说我们会不会第一场就碰上？你怕了？我怕你？给我一个怕你的理由。你还是多烧烧香，祈祷不要第一轮就遇到我们吧。虽然感觉有点不靠谱，但经过慎重考虑，我决定加入你们。那么合同具体会是怎样的呢？作为不靠谱的我们，当然还没有准备合同。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有类似情况的战队合同，拿来参考一下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合同还得我自己准备？也不是不可以。我现在想反悔了，可以吗？你开玩笑吧？好吧，但我坚决要求确认一下，你就是叶秋。行啊。我来君莫笑的账号给你发个消息。君莫笑是叶秋，根本没有被落实吧？你去问你们霸图的会长啊。那或者我给你老韩啊、张新杰什么的电话，你去问问。哎呦，电话我好像没记得，要不给你当个 QQ 吧，或者和苏沐橙视频也可以，或者找黄少天，让你见识一下他真人有多聒噪，总有可以让你相信的方法，任选一款适合你的。算了，我已经信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找合同。